前因缘的尾段，壮观啊！刚刚待了凉亭，真的很壮观，比什么大熊樱花林美多了啦。一样是樱花很多，但这边比较密集。好，准备折返，最后一段拍完就好了。那边还有，可是我们要赶去吃饭，下午还有武林农场。好，今天录到这。